又一个小驴人。大棒魔抗，蓝 buff 配水银正义，行不行？这把不要科技枪了。射手不拿，拿个屁！耶，拿那玩意儿干嘛呀？我准备好了，先上个猴。银马三星右装，否则吃不了鸡儿。上把那银马没有装备呀，那咋整啊？今天不吃鸡儿不下播，老第二我接受不了。我觉得武器大师有点被火炮给克，最好能改一下武器大师的一技能，火炮也能闪避就好了，要不然人没技能了。这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两福星，三福星可以，三福星给个卡特无敌了，能给个卡特不？这猴还没天神下凡呢，快点下凡。天神御剑差决斗，可是我现在我感觉我得要点钱呢，我这刀锋要不要啊？哎呀，我没有钱呢，这我这没有十块，我这利息攒不住啊！我要把底下都卖了呢，我想想啊，两块、三块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玩福星了。嗯，铲子被拿走了，关键这要铲子也没用啊。这都能拿到女神之泪，我天哪，第二名拿女神泪啊，我这不起飞了吗？敢不敢跟我来一只卡特？敢不敢？看来是不敢呢，这是不敢呢，我一看呢，那不敢咱也没办法，撇了吧。大树咱也不要。先给个蓝 buff。
永恒之身大树不要，要不就拿点别的。谁玩森林法？这拼东拼西凑法呗，比森林法好玩多了。又没啥技术含量，七人口就成型，就地呗。就是除了能卡了点以外，其他的还都还行。容易卡住，缺点就是容易卡住。找不来，上一轮来是不起飞了。拿一个崔斯特，给个正义之手，再上个水银，差个啥呀？差蓝 buff 加全套的。这个阵容就是蓝要的有点太多了，需要三个蓝加俩全套啊，要的有点多呀。不敢单呢，这可不敢单呢。我一看，嗯，可不够敢单呢。撇了，这还不起飞？别跟我说打不过野，我就。应该不能。还好。给女神粒全套着。可以。输点就输点吧，这么地儿吧，没事儿。先给水银呢，给水银了，这把给个水银行不行？再给一个正义之手，输点正好我们拿个蓝水滴，挺好的。差个什么呢？差个分月。没想到就这都赢了啊！来个分女儿吧，不用，这锤石也能用，好用啊！锤石，小驴人三，锤石三，小法师三，露露三，银马三，游戏结束，掐节日了。我现在有天选吗？没有天选是吧？这把如果有阿卡丽天选，我们福星也是糊的啊。阿卡丽装备不错。有火炮，有蓝，一会儿整个无尽。下边给个露露吧。这不行啊，这掉完血，这还是第三名。给个露露，分女儿。
要重装天选随便吧，哎呀，有没有天选都一样的，就是有没有都行，就只要阵容之中有的英雄你就可以拿。我现在都不用地，行，76不错。还是第四名，没用啊，这那输的都没有用。咱们拿锁着甲，靠，没有一个能用的，那这咋办啊？那不行，拿铲子呗。不行就拿铲子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玩闹结束吧。秘术分女儿能用吗？能用，上吧，能用。哎呦，哎呦，能打过不？控一手，可以。一会儿给俩小法。刚有个兄弟让我拿大棒，拿大棒好了，上一波确实应该拿大棒，我就不知道为啥现在这铲子没人要。还有这个猪像他妈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说你玩个夜影节，你要个女神之泪干什么玩了呢？你要什么东西不比女神之泪好？你是就愣要愣抢。小绿人挂机了，一会儿分局小绿人换个位置，别忘了。我挂机一个，你都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呀，完了，小法死了。啊哈！耗死他！漂亮！让我耗死了，给个蓝水滴吧，阿郎，蓝水滴，漂亮，这都能给蓝水滴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
这都能给个蓝水滴，确实是有点厉害了。下轮再地吧，这轮不地了。吸血，掉的血挺多呀。小法灵法强，搁哪呢？没有灵法强啊。喂。啊。让我领干果礼盒，我要我差你那点干果啊！跟我扯什么犊子呢？在那里，像我差你那点干果似的，赶紧给个二星小法师。狐狸不要了，要了还浪费我下一轮的这个地牌。这样，这奴奴挺烦人呢。这奴奴一下一个呀。小驴人先生，小驴人先生，好吧。小驴人先升级，别卡我。先给银马来点装备，你说这铲子能干啥？你们觉得？好像拿铲子真的没有什么用，真的没有什么用啊。妖夜幽还也得上八，我这基本上不上八，这真的上八，除非是卡的太狠了，那实在没办法了，上个八那倒行。小法法强244，大剑小法师，大棒小法师，算了，给银马整个泰坦吧。这小法师能递得出来，不差他那一点儿。我多等个大棒呢，也没有什么能上的。我先给银马上点装备吧，上把银马就前排就扛不住。先给来点银马，这个来一只银马。伏笔了，伏个屁笔，伏笔！就这金铲铲啊，我都不想用了。
我不知道它有啥用。点名点不死人不行，那后排不都给掏死了吗？上营口来个老头，我看行。没有能转秘术的东西吗？这不太科学呀。这把没小法，这把锤石倒不少。这把没有小法师啊，又有同行，那咋那么多家森林呢？就天天的，这天天森林咋这老些呢？挺令我难受的。你怎么也在用这套阵容？我怎么就不能用这套阵容了呢？这都是些啥呀？法转，法转没有法师不行。法转不要了吧？这铲子，这铲子没用，不要了。我来给银马整点东西。放来技能了，小法师天选等不了了。我们已经有分局天选了，现在就是上个老头了。兄弟，老头先拿着。你妈的，露露不生了，换一个行不行？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这老逼着我上营口，我不想上营口，老硬让我上营口，我就不乐意上营口，不乐意上营口的，非得让我上营口。那啥吧，这个。用我们的力气吧，用力气吧，用力气来吧。我能克死这刺客，你知道吗？专克这刺客。我算知道为啥那把的刺客打不过他了，太克了，你知道吧？真的克，尤其他阿卡丽还没装备，你好毒啊，你是真毒啊。
你是一只毒蛇，别给我来小法师下波，我要升级，听见没？我要升级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哪惨着，有没有自言自力给我来一个。哇，三星剑魔啊，哎呦，三星剑魔，碰的人都挺狠呐。哎，这我得拿个老头啊。这我得拿个蛇。三星剑魔肯定吃了，三星剑魔没啥太大的用。蛇女儿，下轮升级啊！下轮升级，快快快！这么点钱，指定是递不出来啥玩意儿了，所以我们下轮升级，上去一个大就把韩明杀了，漂亮！这波只要不输就好办。来个老头儿，这个蛇女儿给辣美吧。老头儿只要不挂机就行啊，老头儿，老头儿千万别挂机了，给个分女儿来，小法都可以，啥也没有，连个屁都没有，给个屁，快点的。一滴血还能掉，还得掉我点血，你是，哎呀，挺烦人呢。就这么个一滴血的，还得掉我点血。这样吧，锤石放底下。把他劫拿了，我有病啊，我拿他劫，我自己还差钱呢，我要能余出来两块钱我就给他拿了，行不行？我拿了人家也能递出来，这玩意儿没用，你卡不住，你以为卡四费卡呢？你要能卡四费牌还行，这玩意儿卡不住，他100%能递得出来，你看着的吧。
说啥来着？是不是？兄弟们，富贵险中求，40块钱，俺们这波不地，下波把小法、分女儿、老头全给他递出来。富贵险中求，这轮我可以接受掉10级滴血，可以。这人不是很强。卡了有点，杀寒冰挺能吸呀，这寒冰我打个镜像他妈的给我打到加10了，哎，可太能耗了。先给个分女儿，50块钱递个三星小法，50块钱，50块，50块，50块呀，这可是50块呀，兄弟，50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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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，递。差一针，兄弟们，还行，后排让我杀了，我可太能耗了。我现在就那姐打不过，还有那个，还有这家剑魔，这家三星剑魔也挺猛的。嘿嘿，死了，又前四了。小法，小法，小法！没什么好整的，这把刺激人了。除非我的小法师特别傻逼去大派克的，然后后排让人全杀完了，要不然我们必吃鸡这一把，1000000%吃鸡，因为没有能打得过我的人，不克制我，这都没有一个克制得住我的，没有能克制得了我的人，100%吃鸡。你只要不大派克的这个盾上面，兄弟，一切都好说，这都一下一个。这就这刺客能克死他，血克直接那脚月连动都动不了。你俩再死一个，好，你剩3滴血，我把你拿下。唉，你差点啥呀，色体你得要吧，还要小黄毛啊，我拿个啥呢，我拿个这个吧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应该拿法师的哈，没有啥用哈，这玩意儿，哎呀，随便随便给，随便给，怎么玩他都打不过我们，就哎呀随便打吧，无所谓了，没不用任何操作，上来直接点俩名全死，九森林而已。上来啪嚓点俩名，然后进夫回去仰卧起坐，然后再点点名，等进夫回来人全死了，我直接把他拿下。哦哦哦，进夫让他下不来，来，小绿人可太猛了，小绿人，小绿人，我炸他，还想下来，小伙子往哪下，你知道我小绿人有多狠，使劲，可以下播了，兄弟们，
一首不吃鸡儿不下播带给大家，这回可以下播了吧？来一个300块现金红包啊！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结个账。